现在越来越佩服你。每一次你做完材料，我就说哇，那家伙讲，哇，那家伙讲，哇，那家伙讲。今天我是不是一样带你讲完那个？哇，那很厉害。今晚做一个较西式的迄个芦笋煎小卷，用煎的。我要会用芦笋插回去啦。你讲芦笋煎什么小卷，我真系冇听过。来，这红萝卜啊。啊，这没关系啊。哦，用鲜的呢。对啊，吃吃目睭会光啊。为什么用小白兔？哎呀，但是这是进口的那个红萝卜球。哎，你是蜜饯哦。对啊，就是那个梅子醋。来，梅子醋啊。嗯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好吃哦。对啊。好棒哦！刚才吃你听我让吃过量啊。哎，咱等下配做它的配料。好好吃哦。嘿，咱主要是青叶芦笋砂锅。啊，小卷。嘿。啊，这个要安怎？来。那个芦笋要怎处理？啊，它切去哦。对啊。天哪 ！Oh my god！ 你想到切牛头，你想到？因为煎的爱倒来底。哇，安尼哦。对啊，啊，这吼配酒啊，配酒袂歹食。安尼哦。嗯。啊，配酒就好。哦，配酒加一公斤啊！你也讲这个真的欲罢不能。我无喝酒呢。我另外迄个一个人使代啉嘛，他很厉害。我知老的。唔对。就这样一样。哦，伊千杯了。千杯不醉遐。对啊。你遐呢？我刚刚捌听过公司遐遐做高龄。对啊。你捌开过遐？唔捌。啊，唔会知。穿酸。安尼哦。穿酸。好，恁就。千杯不醉，愈饮愈。甲煎安尼无吼。啊，下边搁切哦。对啊。唔是几只吼？无啊，起码安尼，吼。就像这样，你好，当然了，为了要好看。哦，里面的那个康啦，哈。对，安尼。康爱心甲画刀路啦，哈。蛮好，好看。哦，水水水，哦，赞赞赞。好。爱爱烫过吗？来，咱只先了解。头先甲男只最好煎了。男只免搁烫啊，吓。嗯。安尼就好了吗？哎，男。蓝色就晒，等下简单倒去内底只煎。OK OK， 蓝色好。你煎吼，我惊你去劈掉。哦。啊，咱烫一下了，伊较袂甲你劈掉。好，来。好。这免去开火啊吗？免的，稍微甲把它水分稍微去除一些。我想讲用这支就对，嘿，你若知影我要爱啥物。好。啊。袂歹，安尼好啊，袂老师啊。我会甲伊关起来啊。安尼即卖会使抓起来啊。哎呀，我都用底迄个布啊，要互吸水者。哦。用夹的啦，无你破。嘿。要夹起来食哦。嗯。对啊。安尼啊。啊头咧头。好，安尼即卖。这吼真，这真骨溜呢吼，这个活的，咱走来走去。嗯，啊，咱就把这个做安尼起来。吸个水。好。好。哦。好。再来。抓紧。OK。赞哦，赞哦。嗯，应该是请弟兄的煎呢。嗯，为什么？啊！我备料啊。对啊，好，你看你煎起来看偌水。哦，这好加菜袂？你爱变一个。哇 ！My God！ 哦，很漂亮哦。会使啊。盖当盖盖子。哎呀，看会当熟的。哎呀，迄个是要煎落伊安尼胖胖啊。老师，刚才我想怎，我的手想怎拢全伤，你知道？因为我是惯伤吼，就是压喷出来，我就会切。啊，所以我常在阮家，我夹不时，就是我手拢烫到安尼焦焦。OK。哦，香香的，有没有闻到？有没有闻到啊？拢都香的啦。够香的啦。嗯。哎，拢无连其他的啥物料呢？等下你煎好，我就开始要下料啊。安尼吼。拜托，咱这块小天人要来印呢。安尼吼。你知影，拄啊，搁有一个蜡笔小陈要来印呢。
因要和我。因要来这上美食天地呢，很恭喜，因为吼，大家拢知影来这上这美食天地吼，可以展露他的手艺。好，好，就这些。来，啊，你菜点无提来？无，这免点。免啦，免点嘛。因咱这吼西式的，咱就配得较浅嘛。哦。吼，啊，不过这当也点啊，也梅啊。哦。嗯，也梅啊，你个冰一个。哦。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去吃那个坑鸡啊！看罗顺，这个嘛，安尼使袂？对啊，你即马煎的顺吼？嗯，要煎边啊吗？对，调位边啊去对吧？嗯，好。啊，啥物边拢爱搁煎着对？对，啊，摆下卖水。因为安尼，咱才会让呈现最棒的，对不对？色香味俱全。啊，个烙印者，好，变贵。哇，巧！你安尼食遐，我搁等下夹过。有我真好，对不对？哇，因为这样呢吼，摄影起来吼，搁视觉感吼。哇，好棒哦！都很漂亮吼。是哦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好 ，OK。哇，那你自己夹好了。Oh my god！ 这芦笋已经熟了。好，咱视觉。那芦笋无刮刮，又有，所以就可以吼，不会败底。這樣你这样有点像那个什么，有点喜欢永康的安尼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啊，这个吼的呈现度就是比较像安尼，那是永康的。人客六款哦，那你美食天地今天你跟咱家六款的不？这个其实永健呢，其实很简单呐、啊，其实你看的刚刚就复杂了，就简单的呀、啊。做好料理啊。对，你看一个料理吼，其实好的食材很重要，你得清一点啊。这家做起来不便宜。哦，对不对？好啦。今天的美食天地就到这哦，下次我们期待我们的 LC 过来多点料理啦哦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谢谢。